大家都说想看摇一摇和太奶奶相处的日常，然后我最近一直在搜集素材，终于能剪辑出来啦。摇一摇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在楼梯口叫太奶奶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叫太奶奶。每次看到瑶瑶和太奶奶在一起，我都感觉到岁月静好。太奶奶真的很疼她，也特别特别喜欢瑶一瑶，瑶瑶也特别爱太奶奶。每次被我凶了，就跑去告状，然后我就被骂。太太是我的啦。妈我。我碰你啊。爸爸。我不行的。太奶奶陪瑶瑶长大，瑶瑶陪太奶奶慢慢变老。